second battery to test.现在是多少？80%呢？没充满这块。嗯，那一块也没充满。行吧。还行。嗯。航线解锁成功，请检查管道空气是否已经清空。有些人起飞的时候会接着二级报警，咱这个没有这个现象呀。什么报警？二级报警，起飞或降落的时候。那说明它有问题啊，电池通讯有问题，或者电池有问题。正常是不会的。但是，换在车间测试的时候换第二块电池的时候。哦。会短暂的。哦、不是不是啊、那个是正常的。那个正常。对，那个正常。刚插上的那一瞬间，但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起飞或降落的时候不准来着。嗯，不是那个，那个插电的那一瞬间出现那个是正常的。哦。但是起飞和降落不应该。不会变。对。就是它通电的那一瞬间，它那个检测，检测的那个模块还没完全开机成功，它会检测那个不对不准确，就几秒钟接着就行了。估计给他接雷达应该没有问题。嗯，你昨天跟谁也说了吗？说了，不是领出来了，你不是测试完了吗？那他咋说的？71，那它能飞很长时间呢？那就是能飞很长时间的。如果这个是因为没有加油。加的药能10分钟也没问题，出现30的时候，它就会提示要报警。嗯。这奇怪了，咱测试的时候没问题，它怎么是有这个问题？它是不是你之前说过，就一次两次不一定有问题？67，
厌烦他吗？